苹果运动控，一起扭森吧。森巴舞被视为巴西代表舞蹈，给人活泼欢乐印象。事实上，森巴舞也能有效锻炼下半身和核心肌群，特别对女性而言，森巴舞中的挺胸和翘臀等动作都能让体态更健美，赶快学起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my 老师。那底下以下呢，我会帮大家示范一些简单的巴西森巴舞一些舞蹈动作哦。森巴贝斯是所有森巴舞中最简单的舞步，来看怎么做哦。好，先把你的臀部往后，脚往后推，一二三，往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慢慢加上手。把你的臀部往外推出去，然后慢慢转左边，再往后推一个，收回来，所以推两个，一二三，一二三 ，U 型推臀，好，把你的右脚打开往外推，右边、左边，记得臀不要出去多一点哦，右、左、右、左，非常好，六、seven、eight， 接下来慢慢把你的手往前推，一二三，一二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下是 U 型推臀，接下来是第四个动作，往前翘臀，推胸口，好，跟着老师一起做哦。首先先挺胸，好，缩肚子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加快速度哦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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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它全部加起来试试看哦。好，第一个什么贝斯？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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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推手两个，收回来 ，U 型推臀三四，很好哦。推胸口，推胸口，最后来个 ending pose。Sammy 说，森巴舞渊源自多种舞步，非常适合健身。舞步和扭臀动作不是用手、膝盖或脚踝，应该是用腹背肌肉，也就是核心肌群、髋关节和侧腹肌去带动。动新闻，一起扭吧报道。